没有，我被东西还是鸡鸡，是吧？鸡鸡，鸡鸡，我们在，在哪里？月世界钓虾场。月世界钓虾场，好可怕。这边好，OK。他们还有网。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腥味，因为通风吧，我觉得很通风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知道吃去的大家比较臭。你说什么？我看看我们，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好汉跑过去了，雪兔仔、月月仔、团团仔、哈弟仔、小鸡仔。我也很内向，我很内向。你问林叔爷吗？我很内向，我非常内向，我真的很内向。你问林姐，你一定问内向吧。请交到的朋友，挥起你的手，我已经很孤单了，给我。有了，马铃薯有了，有马铃薯了。噔噔，六号，你看六号。 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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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六号，九号啦。原来你对这次钓虾有信心吗？哇，没有拍到。被他笑。我被喷到，我被笑脸了。不要再看我的小谷安子了。他在讲小狗丸，要高雄有个非常小的迷你小香肠，叫肉豆。小肉豆。我上次买咸酥鸡的时候看到它有皮蛋，那我加皮蛋进去了。耶，好吃哦，味道还不错。 像某种劣质肉干，那你要试试看吗？某种除了那，你可以舔舔看。真的吗？没有，不行，当然不行。哎，它上面有一个小孩在吃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看起来是不行吃了，给虾子吃了。鸡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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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么叫放枪？放枪就是你如果有被吃，然后你拉起来结果没有虾的话，那个就是放枪。跑这种的话是不是要被咬了？可以有，就是你拉吧，拉起来，拉拉，用力拉起来，全体快点拉！你刚才骂了他，已经吃掉了，吃掉了吗？对啊，你看你的耳不见了吧？一颗不见而已，有一个不见了、啊，被吃掉了。瑶瑶，你的第一次放枪感想如何？你耳是那个对不对？对，你的耳就是如果它有疼下去的话，就表示它有在吃，它在努力。然后你可以稍微，它如果往那边拖，你就往反方向稍微拉一点。哎，你有，好了，用你，对对对，居然是放枪，没有它都没有吃进去，还是两颗小肉球啊。对啊，它都不想吃我的。可能在拉的时候，你要稍微有一个这样子勾，整个扯它的感觉。吃啊，给我吃啊！好凶，你好凶哦。它都不吃，吃我的。饵啊，干嘛？这看起来像是玉米汤加养乐多，像玉米汤那个渣。还好啊，就柠檬酸养乐多吧。哦，我平常就很爱吃沙拉。可是你知道，如果你放枪次数越多的话，你就要一直喝这个。反正我帮他挂一下急诊。上来咬，吃！我今天吃不到虾了，快加油啊，小哥哥！超专心的鸟鸟，期待。请问看不见的彩虹是哪个频道拍摄的？来，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。瞬间的黄氏兄弟。你这是，哇靠，这是什么？钓竿组。哇靠，好屌哦！你是答对了，就拿到这个，好帅哦，而且还粉红色的。跟我那，你可以穿那，你可以穿刚刚那一嘎破衣，好猛哦！要把鞋被换掉，我就很尴尬哦。
手势要对。我不会。什么奇怪？一个，哎呀，走开了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哇塞，你好残忍哦！是吧？我今天不能生活自理，找掉了右手，那还有左手啦，左手还要顺便拔一拔。送你，送你，嗨 ，Hello， 我钓不到东西，为什么都钓不到？我连观众都钓不到，他们都就是一直摇摇摇，用那个什么东西？用这个，我就钓这个。我也好想要钓一只好大只的虾子哦。我觉得你钓会崩溃。又不钓虾，你原在我要好好在家里剪片，我也不要来钓虾。你之前有钓过一只吗？你说我吗？对呀、啊，有啊，我钓过七八只。我好烂。但是我钓好几次了，好不好？游戏钓虾，哪根多么长？你确定这个画面？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？至少要钓一只虾吧。至少一只虾。对不对？你刚不是已经有抓到一点 feel 了吗？钓到了，钓到了！圣武真的一脸渴望的，也想要一只虾。你终于中一只了！你抓到刚圣武，是我的师父。你抓到刚圣武，很渴望的看着你的虾。小师父教一下他，他快钓不到了。你旁边那位也非常的崩溃。钓到第一只虾，你感觉如何？想要换饵，然后结果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也常就只是想要拿饵起来，然后结果发现就有一只虾，这小智障虾已经勾在上面了。你说小智障虾？小智障虾，小智障虾，终于钓到一个。哎，来，你看一下圣虎，看一下圣虎。开心吗？开心，我今天终于可以烤第二只虾，不再只是烤手熟了。原来这是你的新的钓虾姿势吗？对，要拉了。师傅好强啊！好强啊！娘娘又钓到了，是不是很棒？是。他的网子呢？他网子呢？掉下去了！哇！时间要去哪儿？掉下去了！刚娘娘的虾，娘娘的虾有彩带。哇！来，娘娘换人钓。又钓到一只了。又钓到一只。会跳。它只会跳没？哒哒哒哒哒哒。来一个。这是拳击手套，拳击手套吗？好了，我的钓鱼之路开始成长了。我觉得给大家钓，我觉得钓虾好开心哦。再回去看刚刚的鸟鸟。我又不钓虾，你原在我好好在家里剪片，我也不要来钓虾。第几只了？第七只，我从第三只之后就开始一只钓。对啊，他现在抓到那个 feel 了。出师了。有没有钓虾？有没有很好玩？哇，很好玩。刚刚鸟鸟钓到虾了，所以他要喂所长吃东西。这么好喂。还在好，你完全可以接受。生虎钓到虾了，终于钓到虾了，开心吗？开心的，终于参与到这活动了。哇，你看那个肚子，是啊，它漏晒了是不是？人家是软啦，吓到搓晒，人家是软，好可爱，很可爱。你看我可以戳他眼睛，你不要乱戳人家眼睛。我要写轮眼，我要画画筒写轮眼，我需要别人的眼睛。娘娘，我觉得你开始要变成天才小钓手了。天才小钓手，你真的开始上手了。自从第三只钓起来之后，你的虾就源源不绝，源源不绝啊！开虾啦！噔噔噔噔噔！哇！这样几只啊？一二三，十只呀！小师傅教到有方啊！几只？十只！你怎么会那么多？你不是说？我有师傅，我才七只而已。开心吗？看这只小丑虎虾，它的卵哦，你好肥哦。为什么要拍这边开始？我钓完了，这是我拿到的奖品。不过也不是钓到的奖品。对，你刚刚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彩虹。哦，好，你要做结尾了。对，我要结束了，拜拜。我钓了十只虾子，好开心啊！这个钓虾真好玩呢。Hey DJ, come on say yeah yeah yeah, 気分上々の張り音。
Remy, sit.